今天我将挑战一命通关幽灵行者二的第一大关，这款游戏只有一命通关才看得过瘾啊！我已经练了好几天了，大家看我的操作，刚才只是失误啊，现在开始起飞了，兄弟们！大家先看一下剧情，我就不说话了，这一段只是简单的跑酷。终于来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小卡拉米我们需要靠的拼刀，但是躲避也是可以的。下一个就给你们展示一下拼刀的艺术。来了来了，就是这个，来吧 ，Come on！ 只要在他马上砍到你的一瞬间格挡，就会触发反击，然后就会有一个超级炫酷的反杀画面。让我先找一下感觉，还不行。这一次呢？哎，再来 ，Come on！ 对，就是这样，帅不帅？前期的敌人比较少啊，供我们练习的，后边的话就会有很多，而且是组合攻击，想要秀起来的话比较困难。看到没有，小卡拉米已经变多了，来，是不是行云流水比较爽？其实刚才第一个我们还可以砍子弹，要打出来的话太难了，让我先练一练，等正式发售。这些小关也过了，接下来就更难了。对付这种打枪的最好用视频啊，不然的话很容易打到你。这种拿刀的可以用闪避直接把它砍掉。很多关卡都需要杀光敌人才能过关啊，我们可以看右上角的小雷达来发现敌人的位置，就剩一个了，但是怎么找不到他呀？人嘞？哦，在这儿，过来找我了。来来来，给大家炫一个，捏捏，帅。好的，顺利过关，咱们进入下一关。下一关，这里要打破这个破门而入的动作，设计的非常爽啊。接下来又是一段跑酷，大家慢慢欣赏吧。这里就需要解谜了，我们要先把这个地方推过去，然后去换另一边，在这里再吹上去。OK， 又遇到小卡拉米了。这边有一个炸药桶，我们要利用这个炸药桶。哦，爽！然后这边也有一个解谜，咱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推过去，然后直接上去。起飞，触发机关，然后再推回去，就过关了。这边还有一个机关，哎呀，按走了，芝麻开门。主要想打出一个行云流水的操作啊。We'll find him eventually. Oh, I know we will. I'm finding this. 这里需要注意了，这几个炸药桶是有讲究的，先打第一个和第三个。第二个的话直接砍掉就可以了。第三个是一个打枪的，非常难处理。Almost there. Just one more push.好的，这里比较难了啊，这里的小卡拉米比较多，一定要小心。稍不留神就会被攻击到，特别是这种打枪的小卡拉米。OK， 这边已经清理完了，继续下一遍。咱们还是优先处理打枪的。哦，这个可以用飞镖控制住，然后直接把它斩了。哎，差点打到我，问题不大。还剩最后一个了，这里不急，我们可以利用一下炸药桶，等他过来。不急不急，现在，嘿嘿，这边炸出来一个门，还有个打枪的小卡拉米，差点被偷袭了。OK， 还有一个，在哪？在上面。直接哎，直接起飞，然后砍掉，在这儿。哦，拜拜 ，nice， 通关。哦，还有一个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这儿。是两个，这两个没啥威胁，砍瓜切菜一样，直接解决，通关，兄弟们。哦，兄弟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我们的大宝贝来了。耶、yeah, 兄弟们，下一期风驰电掣起来，点赞关注，拜拜。